师父，这才一天的功夫，浑河堡、新力堡、军役拿下，东北两路义军也捷报频传，您真是神机妙算。别废话，该你了。师父，各路捷报频传，师父怎么还不高兴啊？打赢是应该的。少涵，大仗靠的是什么？谋略。 师傅果然没有看错你，光是应聘硬来是不行的。为将者要运筹帷幄，这才能决胜千里呀。师傅，徒儿受教了。师傅老了，千山日后还要靠你们。哎，兵书。 一定要吃透啊！徒儿谨记。将军，将军，前山已经空了。 山道可以强攻了吗？可以，我们已经在可以去尖山吗？可以的，来吧。将军，哎，到！赶紧回仙山搬救兵！ 赵少侠，西部河阳王遇难，特向赵圣人求援。赵圣人已经知道了，告诉河阳王，弃车保帅，赶紧撤离。这真是赵圣人的意思啊？我说的就是赵圣人的意思，明白吗？是。 离沈阳还有好几百里呢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火力的战役啊？是千山的旗啊！走，走。
刚才都说什么？祭祖保帅！你太不仗义了，赵太医，老子不干了！兄弟们，给我撤！撤！沈先生，救命啊！梅师姐他们都被困在里面了。老道士中计了，咱们得赶紧去救他。走，你先等等，你去救我师父，我去救阿美。你一个人怎么能成？把一半的人分给你。我不用那么多人，把白骨留给我就行了。别忘了，我们穿着什么。兄弟们，把这身鬼子皮都脱了。记得一定要活着回来。我们都要活着回来，自己保重。韩真弄着人手不多，但他们占据高位，火力很猛，所以他们才占了上风。那么我们能上去吗？从这边迂回过去的话，应该是神不知鬼不觉。兄弟们，能不能活着出去，就看此举了。走走。姑爷，火力这么猛，义勇军怕是会吃亏啊。压制着，我们回去搬救兵。好，走。是的，真是山清水秀，人杰地灵啊！是的，啊，去去，师傅，师傅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怎么了？天塌了？就朝老鬼子来了！啊！姑娘。咱们这家伙事儿不行啊，能对付了这帮鬼子吗？现在还剩多少人马，多少枪弹？30个人，枪只有15把，弹药也不多了，马就更少了，就这级别。去，把千山大旗拿出来，再叫5个兄弟向东，5个兄弟向西。5个，
咱们就这点人，再分出去十个，这可万万使不得。来，姑姑娘，您这是？咱就给这旧巢铁夫来一个瞒天过海，快去！啊，行，雪女王说怎么办，咱就怎么办。准备错儿，兄弟们，走走走。赵太医，久仰大名。来吧，我先灭了你。鬼子的刀再快，也比不上咱们中国人的剑。哎，贺喜哥，咱们。
们兵分三路，分头行动啊！行，打我，给我撤了！这边走，要把东西往这大着。认输吧，当着你这些手下认输，我还能饶你一命。我输了。大日本帝国不是旧朝铁夫与中国人赵太医比武，我输了。上，杀光这些土匪！老道士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好你个血贼儿，你的本事没白学呀！啊，先别说这么多了，先回朝天观。来两个人扶老道士回朝天观。好嘞，好嘞。把门关上。嘿，你先下去吧。啊，是。将军，我们已经到了门口，长久停在外面会招人议论的。议论什么？议论我的败军之辱吗？将军，你千万不要这样想。沈阳依然固若金汤，你把乌合之众再度分崩离析，赵太医也元气大伤，在众人眼中，将军仍是大获全胜。大获全胜吗？一个将军在对手的震慑之下竟然不敢出击，这也算是大获全胜吗？旧朝铁夫，从容以来最大的耻辱我就坐在这儿，深切地感受一下这个巨大的耻辱吧。啊，百元参谋长，石原参谋。
下去。雪儿，你干嘛来了？你就不该来。看到红绳上的意思没有？上次一枪没打死你，你就该一辈子躲着我，偷着我。真的不是汉奸，你要相信我。你到现在还在骗我？你不是已经跟他结婚了吗？那都是假的，我这个汉奸是假的，结婚也是假的。爹，顾少龙，你走，在我还没有改变主意之前，你快走。我没有骗你。假投降，假汉奸，假结婚，偷情报，攻千山，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高将军，也是为了杀鬼子和报仇雪恨。你不信？好好，你可以看这个。你骗我！你要怎么才肯相信我？高远山，你不是说
这一切都是甘远山逼你做的吗？你让他来见我，让他证明给我，一个抗日将军的话，我还是会信的。好，我去找抗日将军，天涯海角我也会找到他，好向你证明清白。还有，你可以不相信我是假汉奸，但你要信我一句。 千山里有奸细，在我回来之前，别相信任何人。你让我怎么相信一个汉奸说出来的话？千山里真的有奸细，而且恐怕已经跟你很亲近了。在你上千山之后，纠察铁夫很快就知道你不是我的亲妹。 难道这不可疑吗？还有，之前我攻打千山，之所以我能直落三个关口，就是因为这个奸细的安排。只怕他的地位不低，跟赵太医关系匪浅。雪儿，你要相信我。不劳烦你提醒，你还是先证明。 韩传香，这是你的新名字。义父太费心了，可是林英是日本人，就算要和中国人生活在一起，也不会用什么中国名字。这可是纠察将军亲自帮你取的。将军的意思是希望林英彻底变成中国人吗？对，从今天起。 这世上没有骨麒麟音这个人，你就是我女儿，韩传香。做一个当地土匪的女儿，如果是这样，那我还不如死了算了。老道士，你没事吧？放心，死不了。师父。 哎，这次多亏顾老英雄鼎力相助。哼，谢他干什么？他不是中国人吗？他不该打鬼子吗？哼，老倔驴，这回我老道士出师不利，叫你看了笑话。这一局算是你赢了，可你别急，2个月之内，老道士再干一场，叫你见个真章。 2个月之内，怕是很难吧？
老道士虽然没有把沈阳城拿下，可咱辽东十万好汉的志气还在。给我一个月收拾粮草，哼，足够了。师父，这是何阎王的，怎么他被鬼子打死了？这是何阎王的腰牌，他没有死，是他二当家的昨天晚上上山给我的。他还说，说他说什么？他还说您见死不渊，自己坏了自己定的章程，他不服，他寨子里的兄弟也不服，鬼子照打，这腰牌他不挂了，反了天了，就他一个，说再不说割了你舌头。还有断臂流、爬地虎、遍地红，够了。今晚替我去把他们的寨子拔了。师父，不行了，我还死不了。你们是要想学何阎王他们？现在就站出来，誓死跟随师父。好，少寒，通知各山寨备齐粮草，即日开拔。是。就算是你不要命，有想过千山的兄弟们吗？这次战败是你决策上的失败，可死伤最多的却是千山的兄弟们。你紧锣密鼓的想再次开战，是为了想抗日，还是为了挽回？师父，吃药了？不吃，没病。你就别犟了。那内伤有多重，你心里最明白。如果传出去，千山的局面就更难了。哎呀，你眼睛倒是挺尖的啊！你给我下的什么药，能治病吗？那张老方子，我一直都还记着。哼，小畜生！算你还有点良心。师父，哎，今日老道士坠了威风，吃了败仗，我倒不怕，怕的是这人心一散，就像这药渣泼进了地里，收拾不起来了。
我倒不这么看。这一仗虽然败了，但是物极必反，否极泰来。只要信念还在，队伍随时可以拉起来。哼，你又给老道士灌迷魂汤来了。这回老道士不是输给了那个纠巢老鬼，而是这鬼子命中注定。轻敌冒进啊，在于军令不行；军令不行，在于各自为政。各自为政，归根结底就是想法不一。师父，你仔细想想，如果你手上的十万之众，有了自己的信仰，可以完全摒除私心杂念，把生命都献给抗日，献给解救民众，那他们又怎么会在战场上不听从您的指挥？又怎么会因为舍居保帅而翻脸拆伙呢？哎，所以，你手上虽然有十万之众，但是到了定生死、决胜负的时候，真正信得过、真正靠得住的，又能有几个？这一次何阎王、卷地风他们公然拆伙，其他的匪众虽然不敢说什么，但是保不齐下一次又会有一个何阎王。像这样一支乌合之众，又怎么去跟日本的关东军对阵呢？那照你说该怎么办？只有一个办法，加入我们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。好你个小子，你到处拉人入伙，你拉上那丫头了吗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嘿，走了。哎，你别装傻啊。啊，你喜欢那丫头，师父早就看出来了。师父，你吃了药怎么越来越精神了？好好休息吧。啊。哎，你上哪儿去？我还没把话说完呢，给我回来。十五。漫长的风雨，只为陪在你身旁。穿过漫天的飞雪，才懂思念多滚烫。前方路有多漫长，只想抓紧你不放，把爱深藏
心中悄无声响。谁能读懂你的目光？谁来为你擦掉忧伤？忘不掉属于你属于我昨日的时光，思念化作雪化作雨，肆意着形状。我只能远远地望着你，感叹命运无常。不管明天将要去往何方，忘不掉属于你属于我昨日的时光，思念化作雪化作雨，肆意着形状。我只能远远地望着你，感叹命运无常。不管明天将要去往何方，我只能远远地望着你，感叹命运无常。不管明天将要去往。